他已经帮他派了，然后那个康普上面有写穿石宝树。二姐多喜欢帮人家干这种事，结果自己的功课还没写完就收了。这个 taxi 怎么可能是亮着灯走？这个男的赌钱，然后他老婆帮他还那个赌债，然后结果那个他老婆问他。把他老婆给杀了，然后杀完了以后，他还在那个 WeChat 的那个 WeChat 的那个朋友圈里面，还找他老婆，让大家讲他老婆失踪了，然后那个去买东西，然后失踪了。